阮这受灾户一寡纾困金，结果全部拢跳票，然后之后阮阁去台北黄伟哲立委的办公室遐，伊退职议员嘛陪阮去，这是差不多是用压的较写的啦，结果全部会议结论应该是无详细，全部无一项做到到，无一项做到到，伊无咧管阮的死活。阮的钱放伫金内底，全部拢无去。哦，这个行员两分钟前脚进后脚就出，这个是不是比海盗船还恐怖啊？这敢是贼偷啊？欠入去的钱全部给了了，这不是贼啊是啥？那你直接旁边稍等，直接摆一下，我接了。